第十题，请问图中目前共有几个坡？我们知道一个坡就是有一个坡长，就是坡峰到坡峰，坡谷到坡谷，平衡位置到平衡位置，或者两个相对的同样的位置，就是所谓的一个坡。那么我们从图上看到，这样呢是一个坡，这样呢又是另外一个坡，然后又多了一个半个坡，所以总共有 2.5 个坡。第十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图中目前共有几个坡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2.5 个。